恭喜喜提何时号啊？开玩笑的，出差了。其实每次出差我都很开心，因为又进步了嘛，对吧？这次出差去见一个表友，我可以认为他是我见过最大的厂家吧。他的手表没有200块，也有199块。到时候带大家鉴赏一下，希望能成功拿下一小部分吧。这次不是出差嘛，已经跟大哥交易好了，去过大哥里面。大哥不让拍嘛，大哥家的这个保险柜7、8个，是我从业这么多年来从来没见到的款，不是一个啊，是无数个。也有幸鉴赏了一下，带大家看了看，他所有的表程式都很完美，很完美。他简单处理了这几只给我介绍一下。5650钢王，这个是雷王，雷手雷的王啊 ，VIP 限定的，工价真的查不到，现在是300左右的行情，可是我具体还不敢说，对吧？这个真的白金的，我是第一次入手这块表，之前只是在同行圈里面能看得到。还有这个很常见的水滴的这个皇后，19年全套，这个7011，这个之前应该是没送出去吧，现在也拿出来卖，这个20多点，这个好，这个法拉利限定全新的，2013年的全新还是2014年的全新，我刚刚剥开忘记了，从来没戴过，你说它有多少表？还有特别介绍一下这只啊，这只表5101，工价高达420万，手动机械，看一下后面，这个雕花的全手工雕花，这个真牛逼，我之前也从来没见过，我还得回去做功课啊，这些就不说了，现在就讲到这，有兴趣的联系我。